學校的一個製作啦，提及死亡嘅，將個劇本大家讀一次，睇睇，發現左邊咧係好明顯有個人頭咧係咁樣裝緊我劇本嘅。哇！得個頭，長頭髮嘅，長頭髮，白面，見唔見到樣咧？見唔到樣，因為佢遮住曬個樣，好凌亂嘅頭髮。跟住之後到我出場啦，一出去望到一個咧差唔多有一層樓咁高一個女士，白色嘅半透明嘅。哎，白衣姐姐，晚吹总有一饭喺左近，星期五晚11:30 ，Feel TV。